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伟哥。王者荣耀升上箱的新皮肤已经爆料出来了，今天我们来看它的技能特效啊。这边是它的出场画面，和那个原皮状态是没有什么区别的，但是就是变成了一个白色的那个双马尾，对吧？还有个蓝色的运动裤，对吧？然后炮台也变成了蓝色。我们来看这个升上箱一技能的特效啊，就这种颜色，也是蓝色的，然后炮弹还带着那种，是吧？蓝色火花，然后这是二技能的演示，对吧？二技能扔过去之后，有一个那种水晶爆炸的那种效果啊。这款皮肤应该不是史诗级皮肤，因为它的出场画面和那个原皮一样，可能就是勇者级的皮肤，价格可能会在6元左右啊。我们可以看大招啊，这就是大招。好吧，那我本期就演示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欣赏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的视频，关注公众号我一个解说，我们下次再见。还有头条号我一个解说，也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